a special accordions band in Liuxin Street. The band members are from different minorities. 本人叫海扎托拉塔塔尔族。 这些同志呢，一起玩呢，已经认识啊，三十多年了。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他是什么民族，我是什么民族，但玩得很开心，很融合。最后一看呢，就是八个人是八个民族，约定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。手风琴这个东西是乐器啊，增进友谊，加强团结。所以说，一拉手风琴的时候，你一看这个大家啊，满面笑容。 这说明什么呢？他在心里很高兴，所以说这拉手风琴、唱歌、跳舞，也增进友谊、加强团结的。我们是一力民族团结手风琴乐队。